刚睡醒，可以准备好来去吃早餐了吗？天的早餐，这一次饭店的早餐摆费还算不错，竟然还有准备儿童餐的餐具。姐姐早上吃的是牛奶配麦片，还有一个面包。爸爸早餐是吐司配果酱，配牛奶，还有牛奶。早餐是薯条，灰绿色的面，还有麦片、香肠跟面包，多么神奇的组合啊！然后还有那我们开始吃东西吧，早。